今天我们来吃小雪糕棒棒糖。今天我们来拆盲盒，看能拆出什么好东西。第一个红色，哇，是一个果味棒，我们来尝一下，芒果味的果味棒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你们绝对想不到，当当当当，是一个鸭子腿。再来拆一个这个绿色的，哇，是一个彩虹棒棒糖。今天我们来制作粉色的试管杯，先把自制饮料倒进去，好漂亮，有没有？现在我们把它喝掉。小黄鸭巧克力，thank you.
姐姐姐姐，我想吃冰淇淋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买吧。行。兔小姐，兔小姐，你们这儿有冰淇淋吗？人家没有哎。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？有果冻呀。好的，那就果冻吧。好，给你钱。好的，乔治，你先吃一个吧。让姐姐也吃一个。吃饱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今天厂家减8块，快手官方再补贴4块钱，大家到手17.88块，立减12块钱。是陈校长好吃，何伟芳宝贝儿。陈校长是酸辣粉，何伟芳是那个螺蛳粉，他俩完全不一个东西，姐妹们。对，就好像你问我猪蹄好吃还是那个炒的辣子鸡好吃，他俩完全不是一个猪一个鸡。对，陈校长好吃，非常野猪。嗯，现在是最便宜，哥们儿，你可以翻遍全网，他现在最便宜，就这样的品质。你看，他有6包料，1包粉，做到17.8块一箱。我说实话，大家买一杯奶茶都得这个钱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能买一箱陈校长拿的酸辣粉。咱去一个稍微你要呼上阿姨那种奶茶店，稍微好点的奶茶店，一杯那种多肉葡萄呀奶茶呀都得小20块钱。是的，一杯奶茶就得小20块钱，17.8、15.6。你能买一箱高品质的陈校长家的酸辣粉，哥们儿。你别说这种高品质的奶茶店了，你那种便宜的奶茶店，就是一般的，就是经常见的，一杯奶茶都是小10块钱呢，对吧，姐妹们？你17.8真的买不着啥，现在在线下17.8能买一箱酸辣粉，真的是超级低的价格了，亲的，不是？而且教给大家一下，还是好多姐妹不会啊。来，点击来小黄车，右上角有一个店铺，点击这个店铺。然后第一个商品就是给大家减掉12块钱的，17.8，直接去选择去购返购买就行了，哥们儿。你教的这么简单，教会了吗？教会了。那么快啊？点进去就是。我教给他们那个看讲解吧，他们有时候点错，老是点图片上，弹出来就别的屏了。我教给他们现在点那个店铺就可以。店铺里面不是第一个不是吗？啊，现在只要卖的多，他就弹是吧？对，他就弹第一位。哦，来，再教一遍，两个方法都教一下，会了是吧？行，会了就行了、嗯、会了就行了。我就怕你们不会，我就想多教教你们，因为卖这个吧比较费人，你知道吗，老铁？就介绍起来麻烦一点，我们麻烦一点，因为大家好多来一个，有的姐妹不会，学会一个买了，那一个进来又不会，就让你教。大家一定要学会这种大牌大补拍单的方式，哥们儿，从现在一直到年，大牌大补少不了。真的实惠，你比平常买便宜太多了。首先俺们家是陈校长家的酸辣粉，这样的箱子大家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它一箱是6桶，一箱6桶，它是高品质的酸辣粉，正常29块9一箱，今天立减12块钱，17.8一箱，哥们儿。这么简单，一遍又一遍。因为小梦燕小姐们，因为她有好多姐妹刚进来，她没听到，哎，对，她们就不会。以后还卖吗？她应该是有活动限制的，姐妹们，到什么时候她活动就结束了，就没有了。嗯，以后再卖的话就得卖22.8或者21.9了。对，有好多新来的，是的，什么品牌？陈校长的。还是建议大家能多拍两单。喜欢喝这个酸辣粉，你现在反正便宜，多拍两单就拍，多拍两单。反正家里都是必备的。对，嗯，必备款。你看，因为你正常买的话29.9，俺们家今天17.8，就是比那他这种高品质的酸辣粉卖的这个价钱，比那种垃圾的酸辣粉、不能喝的酸辣粉都便宜，哥们儿。来，我教给大家怎么拍，哥们儿，怎么省这个12块钱。点进来小黄车，这个小黄车看到没有？点进来小黄车，然后有一个点击这个看讲解。我手指头指的地方，黑色的标看讲解，就点击这个黑色的地方，哎，点击一下，弹出来一个这样的页面，对不对？这地方有一个去抢购，再点击去抢购，哎，你看，直接29.9变成17.8了，点击立即支付就可以了，哥们儿。对，都是辣的，姐妹们啊，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，这个品就马上没有了。是的，没有拍的赶紧去抢，姐妹们，我们就过款了啊，真不多了，库存。还有一种方式怎么省12块钱呢？点进来小黄车，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店铺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点击这个店铺，第一个商品就是给大家减掉12块钱的，嗯，然后直接去购买就行了，哥们儿。这个在1号链接，粉是细粉吗？啊，是的，就这种粉。当然是细粉，哥们儿。这种粗粉没有细粉值钱，看，看见了吗？都是这种细的。是的。
确实不错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陈校长能这个活动力度能搞这么大。就是你看着我这样说吧，哥们儿，麻将米线是微辣，哥们儿。陈校长现在，你看着这个千万级别的网红，但凡是贴自己头像的，基本上都是贴着他家的牌。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品牌上写会写着，哎，陈校长。虽然他的箱子会贴着自己的名字，但是发货地址一看都是陈校长家的。为啥？因为陈校长真的非常牛，哥们儿。你点开讲解回放，里面就是17.8了。是的，点开讲解回放下单，就是17.8，或者从主页店铺去下单。是的，粗粉、细粉、细粉细的宽粉不值钱。哎呀，顺便，嘴毛一会儿你闪。辣的吗？辣的，香辣。我给大家看一看什么叫做高品质的酸辣粉啊！看好了，哥们儿，给大家看好了。烤肠没活动了，哥们儿，刚搞完，哇，这都泡了20-30分钟了。我泡的时候就已经是15分钟拿上来的，卖了也得15分钟了吧，20分钟了吧，都30多分钟了，它不断，它很好。泡了30分钟，它都连断都不断的。不断，而且就是不能煮啊，非油炸不能煮，姐们，就是泡它不会断。这个都30几分钟了，你看多好，真有食欲。你泡15分钟的时候更好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泡太久，虽然说半个小时它已经满桶了，但是我真不建议大家泡满桶，因为啥呢？因为你泡多了汤都没了。对，泡到汤带着汤喝才是最好喝的，并不是说满满的一桶。介绍一波直接过了啊，可以可以，我就介绍一波就过款了，姐妹，陈校长都不用讲解，直接拍，谢谢我家姐妹，感谢感谢，这是对陈校长最大的认可。是的。昨天那个老板还问我咋样，我说还行，他说我说咱家活动嘎嘎好，肯定哪次活动都卖了不少。老板还问我卖的咋样，我说可以，咱家东西好，我说的。来，陈校长家的酸辣粉就像我那个姐妹说的，不用讲解直接卖。是的，直接拍，因为它就代表品质，清真的，一桶135克，6包调料，然后一包非油炸不含胶的一个面饼，粉料包、脱水蔬菜包、酒鬼花生包，现在都换成豌豆包了，我们家还是酒鬼花生包、豆皮包，然后这个是酱料包，对，这是醋料包，一个叉子一包粉，6包料，一包就一个叉子一包粉，对，超级合适，拍了2单加几箱，线下你去拍的话，姐妹最少6块钱一桶，今天到手我们这一箱6桶就得36块钱，36不要，29.9，今天29.9的基础上，厂家做活动给你立减8块钱，到手21.9，21.9是厂家活动，还有大牌大补呀，快手官方补呀，再补4块钱，到手17.8给你发一箱6桶，对，来直接10秒钟过来，来拍了4单加几，谢谢10。以为我那个啥呀、那个啥，你这人你要是有点喝的那个酸辣粉用完了吧，是咋回事？他能治疗了呗，你也不得，我也不得，屋里全公平全是啊，你那咋是21，咋不是四月，你别让他喝了，这他讲他他弄不清楚，知道吧？你要炸出来吧，那个鸡一会儿来啊，对对对，你让他弄不清楚啊，你看我咋治的，咱俩的都还弄不好好的，要么就让他喝了，你知道没？他被打，孩子不好弄。这个瞬间是我一口没喝啊。哦，行。对，很简单，你就学会了就非常简单。不管是烤肠、麻酱米线、酸辣粉、螺蛳粉，现在都是怎么是21？全是公一个公平，全是炸的21。要不你再教一遍？我再教给大家一遍，大家听好了，哥们儿，怎么去这个17.8，哥们儿，点进来这个小黄车，右上角有一个店铺，点击店铺。然后第一个链接看到没有，直接变成17.8了，直接去购买就行了，哥们儿。然后还有一种方式，这个方式相对来说容易点错，点进来这个第一个看讲解，看到没有，这个看讲解黑色的标，我手指头指的地方，不要点别的地方，就点击这个黑色的标看讲解，点击一下弹出来一个这样的页面是正确的，这地方有个去抢购，再点击去抢购，然后直接立即付款就行了，立即付款。点到图片上，它到底有个大的那个讲解回放。对，他点图片上，他都点错了。对，我意思他点图片上，他有个大的、对。对，然后点到那个图片上。对。现在那个大的都好人民币这个。对，看讲解回放去购买，或者是从店铺里面去购买，都是17.8，哥们儿。哎呀，想看你吃炸串，好嘞。来几个小翅骨，面上是炸串，来，
够不着，够不着。来，姐妹，咱别老躺在床上，咱这伸一下嘴不就够着了吗？老铁，辣椒，老铁。不辣，老铁，辣椒不辣，嘎嘎甜。这五天喝你，老铁，咱们是女孩子，老铁，咱矜持。前两天都有家属来找了，老铁，不辣，一点不辣，老铁。还有叫你好的。这个桥来了，掉了，老铁，掉垃圾桶里了。它真不辣，老铁，它老甜了，它是甜的。它就有点烫，我嘶哈是因为它烫，老铁，它不是因为它辣。我吃啥辣椒我都觉不着辣，我就是因为它烫。我嘴老厉害了，老铁。你女朋友呢？我女朋友在她家里面，老铁。哎呀，这真好。宁呢？宁休息一会儿，老铁，他补补妆，他休息一会儿，喝口水，他马上就上来了。吃辣椒，一会儿吃，老铁，这一会儿吃辣椒，老铁，一会儿吃啊。这辣椒它有点烫，老铁，先等一会儿。刚才烫的我嘴，我刚缓过来劲儿，老铁。因为这个直播吧，你要一个人播下来，它太累了，它稍微休息一会儿，它就好得多。吃点酸辣粉吧，酸辣粉。就是问的老铁可能会问的老铁比较多，我一个人弄不过来。只要你说不，他就不辣，老铁，他就是热，他不辣。谁问我都说不辣，老铁，他就不辣。今天您过生日，明天，老铁，明天。这玩意儿喝，平常喝饮料不苦吗？老铁，习惯了。拍了米线，好嘞，谢谢。等您来吃饭的时候，好的。我们本地人，老铁，我女朋友是我们本地的。不辣，等一会儿它热，老铁。你看，老铁，啊哇，它现在它得100度，老铁。啊，羊混肠太硬了，老铁，吃不了了。宁来之前你吃辣椒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宁来了
就您吃个辣椒呗，我天，它热。行，一会儿我吃。明天休息几天，大宁？暂定的是三天，后面还不知道，看三天能不能忙完吧。因为他还要走亲戚，过生日还要吃团圆饭，你看他有亲戚要走的也比较多，别出来都不上。辣椒刚从那个锅里面拿出来，老铁，刚才热了热辣椒，它不热不好吃，老铁，但是有点太烫了，我自己热的。